多多想去看一下这个很熟悉的新闻。回头多少个秋，哎呀，变成另外一个唱片了，他偏失去，未分开再守。我刚说二十五岁的新人，那个新九零又李啊，没法解释得失错，觉得不错吗？你更喜欢哪一个九零又李？不是叫哪一个九零又李啊？只是有一个九零又李啊，我错了，所以我刚才，所以刚才我被打了吗？来，这个问题该由记者老师来回答一下吧。这么委婉，直接一点吧，三二一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首先完全不一样，我觉得两个人，我其实我也跟超人没关系。对对对，他长期说，哎，我们不如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唱，左邻右里，二邻两个邻，是我的所有。无所谓，我觉得其实音乐是可以不错。好啊，没有想到他会来耶，一起来，大家请大家敬请期待2020。